好，OK，又好就抱我去，这两个不一样哦，大脚一样的哦，大脚一样的哦，公平在后面，你妹在后面，来来看，都可以开，来，跟这个一样的，来，加油，要走，再宽，再宽的话要宽一样哦，都可以哦，乱猜乱猜没关系，有吗？哦，好棒哦！好，再来，换你随便翻一张，好，要找这个跟车车一样的，哪里有车车？哦，你好聪明，那老有一样哦，车车过去干什么？这两张，后面先看，加油！好，这最后一组，是吗？找到了，还有两份，可以了。来，一个，还有饼干，还有糖果吗？糖果来，给你。好，就到后面去了。好，从这边走。哎，不客气。因为我们是在，我们就在拍车啊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轮流当的，好，我要保卫国家，好吗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准备玩翻了。注意看哦，我们讲一下规则。等一下这边有两两一样，那这两个一样，这两个一样。那等一下把它盖起来，然后你们要把一样的都翻开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你们先赶快先记位置哦。先记哦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盖起来了。好。来。好，走，三个一起走。先后面一下，好、哦，可以哦，继续。可以哦，很棒，好棒哦。望远镜在哪里？望远镜在哪里？这两个等你。跳伞在哪里？跳伞在哪里？跳伞。跳伞。哦，好厉害哦！放进去。哇，好快哦！可以。这么聪明。我跳两个啦。好，给你两个，两个好不好？换着，那个不能带回去，要换着。好了，给你们。这个都是幼幼班哦，最可爱的小班。那我们来这里，我们玩这一个。哦，来，你们三个来玩这个了。三个来玩这个，然后。哎，你们都只要在这过去，太阳会射到这。这个是叫直升机。哦，你清楚了。那个不要去动。你清楚了，这个叫。那我们。这个叫直升机。这是我们国家制造的，那这是我们的战车。那阿姨，请问一下，请问这三个图片哪一个是直升机啊？哦，哇，好像有看过，真的吗？那阿姨再问几个哦。等一下，地上还有哪一个是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甲车啊？哇，好犀利啊！好棒哦！可以了。翻看，拍照没关系。是，我们在找哦。